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和平卫视中文台走进我们的学者访谈栏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云南大理的李宇刚李老师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来自云南玉溪的赵荣亮赵阿红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来自云南开远的马亚马老师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那么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一系列的主题当中啊一个系列节目当中一直围绕着教育教育工作者学生等等方方面面首先我想起了一段古兰经在古兰经当中伟大的真主谴责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只说不做在安拉看来最讨厌的人就是只说不做的人那么我想几位学者给我们讲一下如果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知识的载体知识的一个传播者他的知识如果没有在他自身的言行当中得以践行的话那这个对教育的事业是不是一种莫大的一种负能量一种影响其实这个说这个教师应当就是一个学者应当把自己的知识那么实践那么同时也说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学生啊或者说求学者啊那么也应当把自己所学到的一点知识比如说今天我学到了一个说 salam 这个知识那么我就把这个 salam 的这个知识的话那么传播给这个我周围的这些亲人那么也就是对这个 salam 的一种实践那么这伊斯兰他提倡你的说和你的行为那么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作证词先知索拉索拉姆说了一段圣训布尼尔伊斯兰阿拉哈姆斯那么第一个就是作证除阿拉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那么紧接着就是作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对这样的作证之后那么是不是就完了没有而是要让什么而是要让你的这个身体那么真正的去实践真正的去说明去证实你口当中所说出来的这个作证言那么这才是真正从内心从外表和内心当中去顺从阿拉去顺从使者那么从这个圣门弟子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么在先知算了算了时期当这个古兰经下降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些圣门弟子们都知道那么都是仅仅只从先知算了算了那么学习比如说几节这个经文十节经文为什么他们有能力我接着往下去背诵这个经文去背诵这个古兰经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往下接着往下背而是只是定在一个有数的有定量的一个位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想就在学习古兰经的这个同时那么把这个古兰经当中所要求的这种命令或者说所提倡的这些东西那么用自己的身体能去把它展现给其他的人所以说才会称智者索拉索拉归主之后那么最优秀的人那就是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那么安拉喜悦他们他们也喜爱安拉那么这就是圣门弟子为什么优越的一个原因他们真正的是把所学到的这些东西那么而体现在自己的积极的付诸于行动体现在自己的这个行动当中对那么圣训当中也提到了阿亚图尔穆纳菲克萨拉萨当中就提到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所提到的所学习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知识当中所要求到的要守信是不是、啊、但是我只是说了我只随便跟你说了比如说米老师待会儿我们在某个地方某个地方我们见面说好几点米老师去了但是我不去我知道这是一个知识这是一种这个所约会但我不去例行那么这就是一种什么这就是一种对这个知识的对对知识的一种亵渎那么所以说要不算对要把这个知识把它真正的例行的这个行为当中那么这才能真正的就是说
你已经把这个知识所掌握了，真正的了解了这个知识的作用。好像在圣训当中啊，对于只说不做的人，这种谴责，这种可以说是一种警告啊，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赵后，你看这个圣训里面是不是有段这样的圣训，来给我们讲一讲？古兰经那个真主苏巴哈努他呢，在古兰经里边的话，类似这样的内容的话很多，比如说安拉以亲切的口吻呼唤信使，说：“亚有哈那人的阿门奴，你们太古鲁呢，马勒太法鲁呢，卡巴拉马克坦奈当拉希安太古鲁马勒太法鲁。”说信使们啊，你们为什么只说不做？只说不做，在造物主安拉苏巴哈努他的看来是最可恨的、最可恶的一件事。马克坦这个是要遭到诅咒的。所以我们说，作为教师的一个职责之一，就是言而守信，不要言而无信，而且要让我们的哈那个言行完全是一致的。对对，就言行合一，因为这是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风范。如果这点风范没有的话，光让学生的话从你的口里边听到知识，当然从你的行为上看到破坏知识、破坏知识的行为，那学生的话不会受益，也不会受益。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安拉苏巴哈努他同样还在告诫我们说：“哎，泰姆鲁纳纳斯比尔宾尔坦萨乌纳夫塞空，瓦安通塔特鲁纳克塔巴埃弗勒塔吉鲁纳。”说你们难道命人行善，而忘却你们自身吗？而忘却你们自身？哎，你们是一些读经的人啊，也就是你们是一些学者啊，你们是一些有知识的人啊，你们怎么能够瓦坦萨乌纳夫塞空把你们自己忘了呢？就比如说像这样的言传身教、言行一致，那就像我们的做家长的或者做老师的，给学生们讲，给哎你们讲，孩子们不要抽烟，抽烟是有害的，但他叼着纸烟，在叼着纸烟那个这样做，或者我们那个老师到今天在给同学们在讲，这个用右手吃饭，用右手吃东西，等等的这样的一种顺的这样的优越性，然后呢边讲的话边用左手的话拿茶杯在喝这样的。你说这样的哈，那个哈迪斯有价值吗？你说这样的教学、教育工作，你说哎，你们用右手，要用手吃，用手边讲边喝，边讲边喝这样的做法，你说等等的这样的类似的一些哈，那个教育风范、教育风格的话，那我们说的哈，那个作为老师，首先要言传身教，这一点特别重要。那我们的沙耶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拉哈姆霍姆拉约安拉赐名他老人家。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是耶稣把莱因的安纳达阿塔阿鲁麦阿尔巴麦塞勒，我们应该要掌握住四个环节、四个步骤。这其实也是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的，也是一个学生应该懂的。第一个步骤叫阿莱伦知识，你必须要懂得这样的一种道理，这样的一种知识。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叫马里法图拉、马里法图纳比、算了拉里三人、马里法图丁尼的伊斯兰。首先你要明白安拉，认识安拉。认识安拉的先知，认识伊斯兰的教门。我们的这位沙耶和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布他怎么说呢？他说认识这三方面的知识必须要比来定来，要凭着一种证据真知灼见去认识它。那认识了以后的话怎么办？有了知识以后怎么办？他叫阿拉艾麦鲁比，你必须要去践行，必须要去践行它。这个因为最好的语言是要靠行动去体现的，假来没路必须要去践行。那有了践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了吗？做个明哲保身的人行吗？还不行，还要安达瓦推拉拉希苏巴哈努塔勒，要号召人们去认识造物主，号召人们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知识。有了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话还不够，还要以最后的一方面安苏布里阿拉拉艾扎，要以坚韧不拔、忍受一些苦难、忍受一些苦楚，来作为他夯实的铺垫。对，所以沙耶阿卜杜勒瓦哈布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告诫我们的一个老师，我们说的哈，言传身教，你有了知识，你必须要践行它。这个你讲很多的哈那个道理，刚才我讲到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喝水，你用右手喝，讲这样的哈地，即便你的哈那个阿拉伯语讲的怎么样的流利，你的哈那个经文背的怎么样的精通。但是你一个动作全部作废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的老师们这个他的真正的职责所在，还是要注意教师的职责的话，就言传身教，也就是我们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说；
你既然还要说了以后，你必须要去做。所以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话，我相信学生的话没有不喜欢他的，没有不尊重他的，因为他的阿赫廖格到处都体现出阿赫廖格。所以我们中国一句成语叫做品学兼优，首先是品嘛，品牌在第一位，阿赫廖格在第一位，其次的话他的学识在第二位。优秀的汉品质的话，那个学识在你身上感觉到就是一个龌龊的。我们说的就像那一盆，像那一棵非常漂亮的花，但是那个花盆的话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花盆。那那个再你漂亮的那个花，用一个盆子，用一个大盆，用一个破盆子、破罐子，把它摘起来的话，确实不相称。嗯，是这样，是这样。正如赵老师所说的，作为一个老师，首先要知行合一，要将自己所学到的真知灼见实现在行为当中，这样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为人师表。那么为人师表这个词我们在之前也讲过，首先是在品德，然后是在学问方面呢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这才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嗯，是这样。好，谢谢几位学者的解说。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啊，刚才呢，我们的倪老师跟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践行对于老师、对于学者的重要性。哎，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作为一个老师呢，首先要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贯彻到生活当中，贯彻到行为当中，通过肢体来实践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种教育。你看，这种阿拉斯帕纳和台勒在古兰经当中说 الذي خلق الموت والحياة ل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他指的就是阿拉斯帕纳和台勒，他创造了生与死只是为了考验你们中谁的工作最优美。你看这，他说创造生和死只是为了试验出、考验出谁的工作最优美。这里他提到的是工作，所以实实在在你要做，对对对，实实在在落实出来，要实实在在体现出来的工作。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说出来的，而是靠我们做出来的。我们的功修也不是靠我们想出来的，而是靠我们做出来的。对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伊斯兰的三大要素，第一就是口头招认，第二就是身体力行，第三就是内心要诚信。你看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身体要力行，所以说我们的信仰要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信仰，要能够得到阿拉斯帕纳和塔勒的接纳，那么必须靠我们的行为将它展现出来，并不是一味的向别人宣传我们伊斯兰如何如何，或者我们穆斯林应该如何如何去做，但自己又不实践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对对对，这就是一种非常感觉很丑陋的知识，对他来说是一种他玷污了知识那种。作为一个穆斯林，什么是穆斯林？你的口、你的手不去伤害别人，你的理论再强大，你的语言再丰富，但是你的行为一句恶言六月寒，你伤的是人的心。你说的再好，伊斯兰再美好，你说你作为一个穆斯林你再优秀，你是真主在大地上所选拔的最优秀的民族，但是你的行为却总是在伤人，你的言语总是在伤人，你让别人如何去认识你，如何去看待你，如何去看待你所信奉的这种信仰。所以说知识是一种财富，但是如果没有了践行，那么这个知识发挥不了，它是一种灾难。一个人学到知识，真正的对他有益的知识，就是看他的行为当中有没有将知识所传递给他的这种真谛给体现出来，而不是把知识传授给别人。所以说作为一个老师，首当其冲学习知识，就是然后就是去实践，达到知行合一，然后呢再将知识传播给别人，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才有底气，对不对？所以说作为一个学者，我们最大的责任并而是实践我们所学到的知识，然后再传给身边的这些人，才是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对对，知识本身是一个能量。过程当中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对知识的一种保护。如果你只是把这个知识只是停留在这个说，
而不去做，那真正的失去了它的这个真正的价值，对它的本质。一旦你把它体现出来，用你的身体体现出来的话，那么这种知识的话，将随着你的这个身体的展现而得到延续，是这样。对，这个作为这个知识践行知识，我们的教师应该要言行一致。言行一致这一方面呢，对学生的一种教育，这是起到永远哈在学生的哈内心里面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永远的哈一个铭记在心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所以作为老师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给一些哈这个实际例子，在学校里边，那个如果我们的教导学生，那个你应该要注意不要穿一些奇装异服。那如果我们一个老师的话，每天上课的时候的话，把通洞的这个牛仔裤穿上去了，乞丐装对，这个现在所有的时髦的乞丐装，这个这些方面的模仿西方人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垃圾文化、糟粕文化这样的做法，这个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穿上去的话，学生一看，哎，怎么会这样的？这个学生一看的话，哎，这个老师好像他那个知识讲的是特别优秀、特别漂亮，但是一看这个人，觉得这个知识跟这个人怎么会不一样？哎，对，这个学生是一个最好的评价者，所以我们哈那个对学生的话，你制定的一系列的制度，尤其是古兰经和海蒂斯，你要践行，你首先践行它。如果你不践行它的话，你不要给学生的话传达，不要给学生教，因为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的话，你去给学生教了以后的话，反而把这样的一门知识的话完全颠覆了知识，颠覆了它的一种价值。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学生在教授古兰经之前的话，你带着学生的话去做个小经，一个老师的话应该带学生的话亲自做小经。哎，我们在念古兰经之前的话，因为古兰经说了，了有曼斯的话，一人人不太断黑论，只有清洁者，只有具备身具大小净者，才能去触摸它。那这些古兰经的话，我们要亲自去践行。你要去践行，那你不能说，哎呀，我难洗，那个或者是我讲了也无所谓，这样的做法。那这个你对于这个古兰经的话，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阿拉苏巴哈努特拉不喜悦你。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教师的哈那个真正的使命所在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在这一方面。所以以上所讲的各个方面的话都很重要，但这一方面是尤为重要。所以我们的先知算了拉黄连三了嘛，是一位最好的使者。比如说在壕沟战役爆发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先战了三了跟索哈版们一块去挖那个壕沟抬土，然后尽力的去做他为神该做的事。甚至做到哈那个可以说大家没吃的，他为神也没吃的，没喝的也没有喝的。甚至在中午哈那个很炎热的时候的话，大家休息一会儿，然后先站了身，因为肚子太饥肠辘辘了，没有办法出去走一下，然后遇到了欧麦大仙。所以这个问欧麦，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这么热的天，然后欧麦大仙把衣服削开，哎呀，一按那的时候肚子太饿了，看到是肚子上绑了一块石块。用石头来压迫自己的肠胃，然后拉了谁笑看了笑了，然后也拉起自己的衣服一看，然后绑了两块石块，所以都是彼此彼此这一方面。那从这些方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先知算了那我们的三人们为人师表，为人师表。也说哈，那后来有个说还把我家里边今晚上炸一个小羊羔，因为小点馍馍，这个最多就是能七八个人吃一顿，那这个改善一下伙食，你为甚看吧，要叫哪几个？然后那的师爷说全部一块去，然后甚至哈那个几百人的话吃完以后的话还原封不动，大家都吃饱了。还有这些历史典故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先战了，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搞特殊化。对，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的话，你还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的一种做法，跟学生的话那个同甘共苦，跟学生同甘共苦在这一方面。所以当天气寒冷了，你应该想到学生，现在他冷吗？那个，当我们的现在哈，那个在家里边吃好好的哈，可口的饭菜，你要关心食堂里学生的饭菜可不可口，应该尽力的去改善，做到尽力。所以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呢，不胜枚举。我们作为老师的这样的一种职责，但是人总是往往会疏忽个人自己的行为，总是看别人你做的好不好。但是从来可能不是太注意我自己我做的好不好，而要落实践行这一点的话，作为一个老师，我们怎么样去落实，这是我们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这些缺点，可能这些不足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怎么样去解决？那么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日三省吾身，反思反省。如果我们作为穆斯林，我们每一天能够坚守我们的拜功，我们在每一次的礼拜之后，我们都会结束拜功以后先说 Astaghfirullah， 主啊求你恕饶我，主啊我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们每一天在向真主忏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仅仅是简单的去口头上的一个忏悔，口头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吗？我们是不是在静下来的时候，在我们不着急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想想，我今天有哪些话我说到了没有做到，我今天哪些行为是与我传达的这种理念相悖的相反的，我今天教给学生们哪些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我的身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实践。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反思反省，我认为可以帮助做老师的我们个人改善我们践行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的这种践行，言出必行，哎，言出必行，要反思。说过一些什么话，一定要做到。你看，在使者索朗先生的时期，同样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在使者先生们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之后，那么当时的麦他就答应过麦地那人，要与他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那么在后来，使者先生们回到麦加，解放麦加之后，他仅仅在麦加只待了19天，他曾经答应过这些麦地那的朋友们，麦地那的圣明弟子说，我一定要与你们同甘共苦。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待的这19天当中，有的圣明弟子他们就开始忐忑不安，他们会怀疑这是使者的家啊，他解放这个家庭之后，他的故乡，他会不会不跟我们回去了。对对，这使徒行传里面就听到之后就对他们说，不，我与你们生死不别，肝胆相照，我一定会陪在你们身边。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这一个承诺他自己就已经做到了，这就是通过一种言行来教育我们，说过一些什么或者答应过别人一些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践行知识是每一个老师所应当具备的美德。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